想喺呢度咧講下一啲我哋自己以前寫落嘅一啲我哋好快嘅歌，我都覺得快快都冇所謂。咁啊，帶俾大家，咁啊，係喎，跟住要寫嘢。喺呢度介紹我哋自己先啦，我係喺我哋 free time， 我叫子晴，大家好。咁啊，我吉他手 Eddie， 我鼓手 Samuel。我哋嘅 Symphonic Bass 傑仔，係啦，咁啊，咁啊剩翻低嘅人員咧，我都覺得多謝你哋喺留喺度睇我哋，因為始終咧都夜同埋要團，我希望用今日嘅時間咧，同大家做個節，做冬啊，做節，做冬嘅，做冬，同大家當係過個冬，用音樂嚟過冬，咁所以喺呢個時間咧，就我哋有咩？一齊嚟，好，再嚟啦，好嘅。OK， 咁啊，第一首歌好耐都冇玩啦，又得啦，玩嘢先，唔玩完啦，算啦，我嚟火山咯，嚟啊嚟！離別是多謝多一刻，卻被斷片，曾有是分別過的交往，最後大變，情深遠，仍初次，逐寸驚險，我要怎麼再避免？誰保證永遠無笑，沒有別人代替？原失去一切，放棄士氣，便要白費。如是這要再，要攻克需要的計。離萬千風景多一天，卻被斷片。曾有是風雨過的他，當着那節，誰分辨仍終止？面前掩飾不變，原來白天中的子彈砸地下天，曾目睹光輝這身軀壓着前線，誠心願仍衝前，在每一天，誰有我準備作戰？要玩咩啊？你哋想要快定慢啊？啊？